Hello，宝贝们，希望你们一切安好。我是 MomSense 的联合创始人兼时尚总监冷静。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，却感觉全世界还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中。一直以来，我希望为你们带去快乐和有所参考的穿搭内容。这期视频，我从 MomSense 全球合作电商 Couture 的网站上为你们精心挑选搭配了五组春装，并希望通过服装传递乐观快乐的生活态度。一件图案有趣的 T 恤搭配高腰仔裤是我日常休闲的首选。这条 Pinko 仔裤首先吸引我的是有趣的渐变色和裤脚毛边的细节设计。收到实物后，更惊喜地发现裤子的材质有点闪闪的点缀，随着穿着运动在阳光下闪耀，将基础款仔裤变得时髦加分。另外，我挑选了与 T 恤领口颜色呼应的朱红色墨镜和脚跟凉鞋，增添色彩玩味。这次尝试了两只 Don Slante 品牌的手包，这只与 T 恤图案颜色呼应的小水桶包时髦可爱，既可手提，也可安装包袋、肩背或斜挎。职场中经典的黑白搭配是不易出错的颜色组合，只是偶尔沉闷，缺少新意。优秀的你无需掩盖职场光芒，懂得用服装表达自信的态度和气场。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披上一件略带夸张盘扣装饰的中长款西服外套，走出办公室，享受阳光下午茶。另外，从头到脚与众不同的你，怎么能缺少一双个性锐利的高跟鞋？无论职场内外，精致如你。早春行路怎么能缺少一套粉色装扮？当看到这件上衫，我的心已随它飘去了海岛度假。这件 Jacky Muse 带有白色云朵、淡粉色格纹图案的保龄球衫，廓形的设计和浪漫的图案颜色，带给人既洒脱又充满乐趣的度假心情。白色牛仔裤是春夏衣橱的必备单品 ，Stella McCartney 这条裤脚磨边的高腰仔裤为整身 look 增添玩味。挑选与服装颜色呼应的配饰，拎上一只可爱的 Don Slante Phoebe 包，踩上一双粉色沙滩凉鞋，身未动，心已远。温暖的周末，我挑选了一件柔美轻薄的扎染羊绒衫，与上装色块呼应，我搭配了之前 look 中的同款白色高腰仔裤。柔和的粉笔色系会让多种颜色的集合舒适协调，衣橱中能够反复多搭的时尚单品，既节约又环保。配饰上选择有趣的淡蓝色珠串斑马纹包包和白色方头凉鞋，为整身搭配加入更多时髦元素。想到诙谐大胆的服装创意 ，Moschino 每一季的时装发布都带给我很多惊喜。我喜欢将秀款的服装生活化，这身 look 选自 Moschino 2020度假系列，满身泡泡糖盒的图案甜到爆炸。因为服装本身颜色丰富，配饰上我选择了黑色系。
第一套穿搭中，我将衬衫裙塞进迷你短裙，将 Moschino 的小包当作手抓包，一顶爆童帽、大墨镜和厚底军靴，打造率性硬朗的中性风。第二套单穿衬衫裙，将手包变为腰包，勾勒身形，瞬间增添少女感。好了，希望这期视频为你们带去一些快乐和穿搭参考。我会将视频中的单品创建一个 Mod Sense 衣橱，分享在视频下方供你们查找。记得点赞和关注频道，保持微笑和健康哦。爱你们，我们下期见。